看行。那块天气挺好。巴西的就多好。嗯。它这卸的时候要不要把油先控出来啊？耽误多长时间？我操，妈耽误！一台机器。一台？四五台机器。现在把油控住了。这玩意我不装，我到时候谁再演示说怎么装的，我再去装。他能卸掉，应该能会装吗？
够呛有这么些恐惧啊。要他买的了。烤这玩意儿你就那么简单。嗯。你现在是把这几个爪子固定在涡轮里边是吧？嗯。卡死。